现在在西湖糖厂，来吃羊肉炉。对，但是我们不是要吃这一边的羊肉炉，我们今天是特别特别特别来这里，然后骑一条新的自行车道，号称羊肉炉大道，然后它是串联西，上面都是羊。它是串联西湖到西洲的一条自行车道，所以我们要从西湖糖厂这边出发，骑到西洲糖厂那边去吃西洲的羊肉炉。哎、欸，巧遇车友，哎，你是来过吗？我来过啊，但我们今天来骑一条新的。有新的吗？有，有一条到那个西洲。我们从西洲骑过来。你们是从西洲骑过来？但是我们都骑那个田路，没看到那种最新的那个。新闻有做，有讲很大啊，有一个西洲有一个新的自行车道啊。找不到那一条，找不到那一条。一二三 现在这边都会有新的这个糖铁绿道的指标。西湖糖厂哦在左边，然后中科幸福铁马道在右边。那我们现在看糖铁绿道，它的标示也是在右手边这边哈，所以往这边走。从浊水站那一条路出来，一直走都不要转弯，然后过马路之后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路口可以进来。那这边就是铁道绿廊，以前的背头绿色廊道，也就是现在新的这一条糖铁绿道。发现一个 bug， 这一块牌子是背头绿色廊道以前就有的，然后这次整件竟然没有把这一块重新弄过，你看上面那个字都掉了。看那个招牌上写什么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上面写什么？有一个什么死什么东西是不是？请勿将死猫及死狗吊在树上。因为乡下的那个习俗是新喵挂球桃，膝盖放最牢，所以应该是很多人会来这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会不会看到死猫啊？有点害怕。应该不会吧？希望是不要。
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要从这边转进来，这边可以看得到路口哦，自行车道在这里。自行车道到后面这里哈，后面这边没路，那这里的话就要走右手边哈，在对面那边有一块牌子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明道大学绿色廊道，那这个地方的导览呢，可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。那从这个地方绿色的线哦，这一条就是明道大学的自行车道。在彰化这边有两个糖厂哦，一个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湖糖厂，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西洲糖厂，也就是现在的西洲森林公园。那在这旁边呢，它有一个旗站，就是现在我们在的这个位置，叫二水旗站，也就是位在明道大学旁边的这个地方。因为我们怕叫羊肉炉一份，它一份要1000块，那我们是怕两个人吃那一份太大份，所以我们就点单独点汤跟面线这样子，哦，那这比较小份一点，那待会吃完还要去吃别的东西。夏天的关系哦，就是吃冰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那这边的话，它的冰是串冰，然后有这个泥啊，嗯，哦，这种泥啊，那里面还可以选3种料。哦，它糖水不会很甜，所以吃起来很清爽。